若神全知全能全善，则世间罪恶从何而来？若神放任罪恶不究其过，则神凭何为神？千年之期已至，终焉之刻就要到了。罪人啊，竭尽所能，厮杀吧！做得好，少废话。我的结界撑不了多久，共抗邪神，大义！闭上你这臭嘴！智瑶，趁现在，快动手！极乐无眼，事故闭目，可见净土，这才是自由。假正义之名行不义之事，方才称得上终焉的前奏。秦明，多亏你净化了云外境。转正，整兵随我出城。诸位请随我来。八岐大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里是千年前高天元审判我的行神场，今日我的神格将替代八指镜，横定世人罪恶，让高天元看看众生到底该当何罪。高天元处死罪人的神器，没错，我的审判即将开始，就让我为你们演奏最后一支哀歌吧。你的大日已至。拔出天羽一斩，行刑吧，破坏神！神剑已去，再无桎梏。终焉之审判就在此刻，神的羔羊，你承担世人的过犯，恳求赐予世人永恒的安宁。当审判者升上宝座，无一罪行可逃遣罚，宽恕我的过犯。整个行神场不过是黑镜的投影，是你我的罪。只要夺回黑镜，就能终止审判。我的叹息悲悯如罪人，心脏破碎如尘土，火焰焚烧，痛苦万分。群星飞絮，云行仙了，必须马上终止审判，拯救我，在这终焉之刻。还不快去！这和黑镜约定好了吗？知道。赐予我希望，勿使我堕于永世劫火；赐予我光辉，勿使我困于长夜黑暗。一切皆因你的怜悯与慈爱，化作旧日毁灭的焰光吧。趁现在，是时候了。
原来是幻术啊，有趣。他没有使出全力，为什么？审判到此为止了，醒来吧，云外镜。我终于又见到你了，黑镜。白镜，还记得我们与秦灵的约定吗？不平安静，安然无恙。真不愧是秦明。破坏神，你倒是守信。罢了，六道之门打开，七恶神再次齐聚吧，一起把太阳拉进炼狱。